男人对女人啊，一般有哪些渴望呢？除了发生关系，男人有这些渴望，那才是动了真情。男人虽然是雄性动物，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呢，会更加的理智，不会因为伤害而痛哭流涕，也不会因为失去而痛苦不堪。在乎你的男人呢，除了发生关系，还有这些渴望是动了真情。第一呢，渴望拥抱，男人总是想拥抱你啊，因为爱到情不自禁的时候，他想结结实实的拥有你；因为爱到不由自主的时候啊，他想真实的接触到你。拥抱让人温暖，拥抱让人心里踏实，拥抱也可以给人满满的幸福感。第二，渴望温存，只有爱你的男人才会有生理反应。不要以为这是邪恶的象征，这个呀是深情的体验；不要以为是流氓的象征，那呀是真爱的状态。总想细心呵护你，肢体接触呢是避免不了的。这第三呢，就是渴望沟通。事物都有瑕疵，是人呢都有缺点。情侣之间的关系啊，再好，总有言语的差错。夫妻相处，情谊再生，男人如果是真爱，又会沟通缓和。反之呢，则会摔门而去。第四呢，渴望陪伴。对于男人来说啊，爱是藏不住的，尤其是动了真情的男人，整个眼里啊，都藏着你。